一块好，那安怎安那算我嘛，那阵无啥会记。啊，恁的老师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？啊，都较早头啊就是拢嘛台湾人，到尾啊我是。啊，你好，你讲台湾话还是日语？日语迄两一年二年尔无去啦，无拢国语啊较济啊。讲国语啊。去后去后尾啊，搁读一波波波读去变对国语煞煞较迄个，啊，搁有读初中哦，初中拢国语，主要都都是是是，搁袂使讲讲讲吼做。哎啦，迄阵啊是咱的闽南语袂发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会发钱啊！去学校拢嘛爱讲国语，不讲国语的话也好啊。哦，所以你台语、国语。日语你都会晓讲，日语较袂记得啦，会啦，会晓听较会。啊，安尼讲的，迄阵啊吼，无不你无讲国语的话吼，迄老师，有诶学生拢会甲你记记哦，啥人跟讲讲台语。啊，恁住伫海基会较艰苦。喂，我小的时候在台中，不是在这。啊，你几岁来遮？来几啊只？我是39岁，38岁才来。啊，那几啊只？我先从来电厂，火电厂开始，火衣吼，来只送火衣，爱伊转来，伊火衣厂啊，即摆，啊，即摆已经无业啦，伊较敢无艰苦，较济，伊袂歹，伊都是，虽然啦，火电厂的人，因有艰苦对无？伊来的是建筑的，唔是发电的，因来只建。生做引起的啦，起的，伊是建筑迄方面的吼，啊建筑起好才交予发电的，所以因无影响，身体无影响着。伊即摆要直直嘛考10岁啊，差我几高岁。啊，你伫遮你是咧创啥物？无啊，嘛是食头路啊。你有食头路？无啦，啊！伊食头路，伊食头路，啊！你花厝哩，当然。囡仔大汉，囡仔趁钱，我咧自顾自哩，吃就是也吃足一撮。嗯。无创啥用啊？嗯。嘛有甲人种，有哪种菜？啊！你啊！像囡仔倒来食？迄个嘛是无，我是台中的。台中啊！台中啊！敢若一个查囝，才生一只尔的。